差不多了吧？啊，嗯，这个家伙，算他有心。为了拯救 FRT 车队，打算开个跳蚤市场，希望大家积极参加。希望等一会儿能多卖出点东西，帮老爹多筹点钱，就看我们运气好不好。啊，能筹多少是多少喽。啊，请随便看，这些都不错的。啊，来随便看。哎，胖子。哎，胖子。我事先声明啊，我这完全是为了我们车队，我还是保持原来的立场，爱憎分明。这我懂，好东西就是好东西，不好的怎么也好不了。对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哎，航拍卖给我。这个很贵的，不过既然拿了义卖，那就5000吧。5000？你坑谁呢？全新的也就8000。我现在签上我的名字，这样就更值钱了。你的名字能换钱吗？你是什么大人物吗？自古以来，名人用过的东西啊，价值都是难以估量的。这里哪来的名人啊？秦轩。卖出去就是签名，卖不掉就是涂鸦，卖卖看吧。真没想到，哇，这可是好东西。原来你这么讲义气的，多个人多份力。接下来呢，就是努力把这些东西多卖出去一些。好，那我们开始吧。哎，不过林健怎么还没有来？就是啊，明明通知他了。算了吧，这也是难免的。嗯，不过像林健那样也挺好的，一旦讨厌你，绝不动摇。算了，多一个不算多，少一个不算少，我们几个加把劲就行了。那我们开始吧。都准备好了？我也准备好了。这种场合怎么能没有我呢？宝儿，你也来了。哦，我不是车队的成员吗？哇，你简直比我们车队任何成员都要给力啊。哇，这些东西超贵的。我是超级万元。哎，来来来，大家快看这里，所有的商品全部减价处理，走过路过千万别错过了。快来看啊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，都过来看看。二位。哎，是啊，是 FRT 车队，你是 MTM 车队的经理。哦，哎，你找我有什么事？啊？你要给我们车队赞助啊？什么？300万？不是，哎呀，在这种情况下，您愿意出300万元来赞助我们车队啊？我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。你也先别忙高兴啊，我这还有个条件。这么说，您是想用300万元的赞助费作为交换条件，让我们车队退出这次风云车队的选拔赛，是不是这样？是的。我们帮了你们 FRT 一个忙，那你们 FRT 是不是应该帮我们 MTM 一个忙？这根本就不是赞助。你是想要我昧着良心出卖我的车队，是不是这样？这要看你怎么理解这个事儿。我也没有让你们昧着良心做什么事儿，对我来这就是一门生意，我等价交换嘛。
常对不起这帮天天在这儿流血流汗的孩子们。老顽固，怪不得把车队做成这个样子，不识时务。老顽固，怪不得把车队做成这个样子，不识时务。吃得好饱，怪不得这么胖。好好好，我要减肥。我们能不能帮点什么忙？让老爹一个人为了队里的事情东奔西走，而我们眼睁睁看着，是不是太不讲义气了？是相当不讲义气。我们是一个团队，不论车手、机械师还是经理，不都是 FRT 车队的一员吗？那你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车队渡过难关？我还没想到。不过呢，把大家一起叫过来想想办法，一定可以的。你是不是故意的？怎么会啊？哎呀，你是不是对我有意见？我哪有？什么意思啊？脑子进水了吧？喂，喂！干嘛？你故意绊我？哎，怎么会？这么说，是报复？哎，我哪有啊？不过有一句话叫做“出来混是要还的”。来吧。对这个事，赞助这件事，我觉得再考虑考虑。我不能。照现在的情况 ，FRT 可能都撑不过两个月的时间。
搞定正在到处借钱。跟我说这些干什么？我都不当车手了，别借。